说一个月之内我不要利息，我的实体把我白扔了，你把本金给我，这是我提出来的要求，你必须今天我就让你给我打好，今天不打赌咱就不行。我也是，我今天就我十一月份就到期了，我你想我把那请问就是说让他们敲吧，跟你说真的我今天就抱着死我现在让我没有胳膊大了，我今天就死到你们面前，我就给你们统计时间，刚好是四月，你就让西安，我也觉得活着没意思了。我比家里还养狗，你都两口子，我凭啥养你？我没有脸见我老婆和我儿女，我那养老的钱我就没有，他们管。我今天就报警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吓唬你，我真的是已经崩溃了。我现在就是，我可以放弃啊，我对你不要钱。你现在没有说这个问题，行，在。你现在领导打电话就领导好了。让领导给你钱。我十几万，一定要把钱还回来，赶紧给我们把钱给我们。就现在给家里没话，你说实话丢人的，我就感觉自己就觉得丢人的，我老公看你看过了呀，你钱还给你本金，看见没？你竟然别人说要给他笑话呢，咱现在都是有苦难言，你知道吗？